我就用緊今日發布嘅 Nikon D850 嚟到影視相啦。呢部全片幅嘅 D850 咧有4570萬像素嘅 CMOS 嘅，佢後面咧有一個反光，高角度、低角度嘅時候都可以用到 touch screen 嘅功能噶。D850 咧有好多新加嘅功能嘅，其中一個 8K time lapse 嘅功能咧，佢就可以最多影到9999張相啦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可以配合埋佢個電子快門嚟到去影，叫做寧靜快門。咁變相就會可以增加部相機快門嘅壽命㗎啦。另外一樣咧就係佢嘅對焦移動拍攝啦。咁對焦移動拍攝咧，換言之就係前面同後面嘅景物都清晰嘅一個拍攝功能啦，可以喺入面 set 最多拍300張嘅相，由佢最近嘅對焦去到最遠嘅對焦都可以囊括曬嘅。喺後制嘅時候合成就會有一張完全清嘅相㗎啦。